化姐独立营运嘅自媒体，我哋有专业嘅制作团队，精心制作文艺类嘅短片、撰写文案同埋策划推广宣传文化活动，仲自资出版文化杂志。我哋目前已经推出嘅短片超过200条，包括展览同埋活动推介，仲有唔同范畴嘅专访，例如音乐、阅读同埋摄影，仲有自家制作嘅清谈节目《八公讲古》。我哋嘅合作机构有好多架，包括康文署、艺发局、西九文化区、赛马会艺坛新势力、信报月刊、新月会、各大拍卖行画廊等等，亦都有喺多个大型文艺活动度担任媒体伙伴。文化姐仲有啲咩？未完待续。